你知道蟒蛇的蟒怎么来的吗？啊？在你的茫茫人海，在浮沉，我也在浮沉。匆忙的脚跟，空洞的眼神，心事就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。喂，你好，你这个是微信视频是吧？我这边是 QQ 找密啊。我那个就是按提示那个联系的微信视频。微信出现什么问题了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公司的就是说怎么对用户推荐微信视频推荐的？凭着什么推荐的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们老师就是说给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不是推荐暴力就是推荐情色，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的来获取，就是说给用户推荐这样的信息的？还给小孩子就推荐那样的成人的那样的。那实在抱歉啊，女士，这个视频按照正常来说都是随机分配的。您如果说觉得这个视频就是说很影响您的个人生活，或者说涉及一些违规内容的话，您可以进行一个举报。你这个推荐随机，你来了一句随机是吗？你的大数据就是随机。您没过滤啊？对啊，你没有对这个暴力那个就是去色情的去过滤功能。还有一个一点。你们就是说知道这个用户，包括知道用户这个他属于年龄段，为什么对老人和小孩一个劲的就是输入暴力和恐怖呢？还有就是说色情呢？你来一句随机也太多了吧？随机啊，你不整治吗？这边平复一下心情好吗？平复一下心情，我没法平复。如果您我们家的老人和小孩已经被吓住了，怎么平复？你们老师就是把这个暴力恐惧的就这样推送小孩老人，他在这种就是说视听下。他的精神生活，他的那个就是说每天的情绪，他不受影响吗？他受的教育不受影响吗？有暴力、恐惧、色情这些东西，你就是说随机就完了，一句随机就完了，随机就完了是吗？那国家法律何在？随机？那国家那个传播通信法就是说可以随机黄赌毒的乱随机是吗？随机？你是随什么机？那随压吗？啊，随机随压的。如果说这个视频确实是比较影响到您生活，或者说进行了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，您可以进行一个举报。太多了，我举报多少？你看看我举报多少了？你看我举报多少了？你这边平复一下心情好吗？平复一下心情，等一下。你们不要让人家心情不平复，不要制造不平复的一些就是说一些黄赌毒，制造不平等与和谐。你这个今天吧80多了，除了杀人的就是放火的，就是淫秽的，再不是暴力的。我们你要是不管，我们要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，要求你给我精神赔偿损失。我吓得夜里都做梦，我要给你登到网站上，要给你要来曝光，我们都有截屏。你这里不是共产党领导吗？现在打黑除恶，为什么你们就要给中央钉子干呢？您这边平复一下心情好吗？对，总经理有时候他的微信账号可以提供一下吗？就是一个账号，就是中央的账号。如果说我老年人了，你要这样，我们要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告。这跟你说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没法平复，看黄赌毒没法平复，看黄赌毒老子做噩梦。可以提供一下您对应的微信账号吗？微信账号是，你是看名还是看什么？绑定的手机号码。13001786333。视频号知道吗？视频号是以什么数字？按哪个数字为？是视频号名称，您本人的视频号名称知道吗？是4号还是什么？是这个啊？是的。啊，我看一下。稍等一下。SP SH S S H H。喂呢？喂。喂什么？喂。喂什么？对。G。好吗？G。可以了。I。好的。G。好的。E。G Z 是吗？SP S Y G I G E。哎呦。然后 B I G B A U B G 是吗？ C Q P。好的，还有吗？我再重新念一遍，你注意一下。你说 S P H V G I G E A U B G C Q P。
情社这些东西。当时睡的那个老年人，你给他推黄赌毒的这东西，又是大人又是暴力，一个浮尸上来了，一个掐住人脖子，从那里再行凶暴力。老师说配。对啊，我们这次看了之后都晚上做噩梦。你老人小孩的，你都不能给他推送这种东西啊。老师说配。你吓到我们了，吓到我们了。你这样啊，就是说老师给你们投诉多少次了，根本就都举报了，你们还是个推送，连管理都不管理了。国家法律也规定了，就是说黄赌毒这样的毒，这种都得限制吧，暴力这些虐杀了情社这些吧。你这吓到我们了，跟你说你得索赔我们。这边已经将这个情况悄悄反馈了，你这边耐心等候一到三个工作日，那边会有对应的工作人员帮你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们都有录屏，还有一个你这个样不行，我们往中央反映啊。我们这个男的不是杀人就是放火，这不是黄色的东西，恐吓了个月的都做个噩梦，打开就是这，跟你们投诉多次你们不管，这个不是归共产党领导吗？这个国家打黑除恶，你们帮着黑恶势力宣传是吧？啊？你们这个老板心情啊？没法，看了我们就没法心情平复。我们这边，你这个不是共产党领导吗？我们心情没法平复。你就是咱们资本主义国家，也不能这个样搞法。看到你们这个心情没法平复。这边已经将您这个情况悄悄反馈了。你真是无法无天了。看到了，来跟我做个梦。给你们这边平复一下心情好吗？下一步我跟你说，我们要索赔。啊，我现在精神上已经造成了严重，给我打击心理创伤。啊，你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宣传科学社会，你大力宣传这些东西，你这是跟着我跟你说，跟咱的习主席盯着干是吧？你们对习主席不满是干什么？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是什么的？我们这一代人退休了，就是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你成天的给我宣传杀人放火、强奸那些黄赌毒这些东西，给你投诉多次，你们不管，继续是。你们这个公司是想干什么？下一步我跟你说，我弄我几个孩子全部在你各大网站、给新闻媒体给你曝光，你和你领导反映，我给你几天的时间，啊，我想着给你留着面子。你不处理的话，我就要在各大媒体我给你曝光。这边已经将您这个情况向上反馈了，一到三个工作日之内也会给您这个来电手机号码进行答复，您留意一下好吗？啊，好，行吧，你不回复啊，是吗？那这边还需要其他的帮助吗？没有，就是我跟你说，要求精神赔偿，对我们伤害太大。这个精神伤害这个东西不是金钱能买到的。理解您的心情啊，那如果说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，就先不打扰您了，这边先回去了，再见。我八十多了，你想想，你拿着这些东西，你太无法无天了。我们投诉这么些次数，无法无天。难道这个互联网就是？这个法外之光嘛，就是他是个秘书长嘛，没有，不是共产党领导嘛，你就是资本主义国家，你宣传这也不行啊。您这边平复一下心情，那当前是已经帮您向上反馈了，您这边耐心等候一下好吗？好的，我听您的会议行吗？你不行，我们科大报社，我给这些媒体，我们就要给你报，那还了得？你这个无法无天的投诉这么些次数不管，你这个东西。那这边如果说，嗯，如果说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个样，好吧。好的，那这边就先不打扰您了，祝您生活愉快啊，再见。你给我回言啊，给我回复。一到三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这个来电手机号码进行答复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，满意请按一，一般请按二，不满意请按三。这个反击啊，没跟着按，这是他给我加油。输入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，满意请按一，一般请按二，不满意请按三。这闪出来了的，就是电话上的个。就看看这个。请重新输入，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，满意请按一，一般请按二。就是戒指了，捂着了。